先过去，然后再说再见。哈哈哈！这他妈的，别别呢，别 fucking 呢，别 come。你的第一只鸭，可以吧？在这个，我靠，这个地方挺 world class 的，这他妈像 Louisiana。对啊，感觉非常棒啊！很少能找到这样的地方。在这么近的地方， Louis， 对，第一只我看到是绿头，绿头，它是一大片的，对，这什么大概也是 mallet， 这是 mallet 母的，对 ，mallet， 那都是毛，我操，那我有一只飞过来了，有一只飞过来 ，get ready， it's landing， 我操！Look at us！ 我操，我耳朵聋了，好大的声音啊！我操，这是那个 hypersonic。哇，你个妈呀！我的耳朵会不会聋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因为他那个 hypersonic 的音棒正好我站在前面，我操！太他妈精彩了，我操！录下来了。